杨光宇主席，正话都得闲嗰头啊。其实正话你讲嗰个现象咧，即系讲有人讲电话咧，就系、是、此无电话三次响。啊，梁光宇议员，梁光宇议员，首先你戴翻个麦。第二咧，我提醒你第八次发言，所以请你唔好讲任何离题嘅嘢。系。咁、啊、就十四个字啦。此无电话三次响，隔离兄叔并未通。即係黃國興係冇打電話，正話係聽電話啫。嗱，講翻咁啊，有啊高級主任嗱，阿陳克勤就坐咗喺度啦。陳克勤議員咧就曾經係做過嗰個辦公手辦呢個特首辦公室嘅特別助理嘅。咁根據阿陳議員嘅證詞咧，就第一日翻工咧就影人，所嗰日係教導有方，由高級叫低級嗰日就影人。哇，大佬！成十皮一個月喎，十萬一個月喎，影人嗱，所以影領導無方係會令到好似潛質咁聰慧、咁超卓嘅陳克勤議員咧，真係好彩佢後屘選立法會議員脫穎而出啫。如果喺度撈得兩年，仲有命嘅。所以你睇到個官制係唔得嘅，一個人無所事事，一係就無能，一係咧就有別有用心。呢、這個害咗青年，亦都係令到公帑係浪費嗱。陳克勤議員做完之後咧，又有另一個人版就成日喺度出入嘅，叫做陳岳鵬。咁陳岳鵬梗係即係呢一個帝從者貴啦，係咪？就係、是、因為佢阿葉劉嘅外將，咁又入咗去做喎，門大羣大關係，又喺度哦，佢又精啊，拗下都係唔得啊，跟陳建平真係死梗，唔做啦，又做即係良禽擇木而棲，咁就走咗去做政治助理，都係差唔多人工嗱。呢、这個官制之壞，壞到咁樣，而家又有一位女士陳燕，可能就真係喺苦海裏面啦。又俾人哋陳建平又揾一個拎咗入去。陳燕女士當然係同阿克勤兄同埋阿岳鵬兄咧，係一個孫梅兩個核啦。第一，佢個名係兩個字，即係證明咗佢好大機會係喺國內嚟嘅，果然係。佢係共青團嘅團員，唔交黨費，冇誠信啦。但係陳燕係能夠籠絡到喺大陸嚟嘅權貴嘅子弟同埋大陸嚟嘅大學生，佢係華青會嘅主要成員。嗱，陳燕小姐係呢一個梁振英破格提用嘅。嗱，提醒主席。破題係因為佢競選完之後咧，陳燕未有嘢撈，但係佢未上任已經將阿陳燕小姐掟咗落去佢個臨時辦公室嗰度，係度身掟咗嘅。陳克勤你唔恨得咁多嗱，主席呢、這個咁壞嘅官制，我仲俾錢佢害陳燕小姐，陳燕小姐你真係多得我，係咪啊？歧路亡羊，你而家喺個歧路上面，你又俾呢一位陳建平呢一位咁嘅人喺度。你都知道慘你係咪？陳建平搞我哋咁樣，所以主席唔好造孽啦！一次過將呢啲咁嘅助理、特別助理冚唪唥煙消雲散，係咪啊？為造福青年。